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女星黄心颖和徐志安双双出轨消息曝光后，两人遭到外界批判，并传出黄心颖被演艺圈封杀，工作全面停摆。现又有自称是他邻居的人士跳出爆料，经常看到不同的圈内人造访他家，其中一位是乐团吉他手，另一个则是电台 DJ。 据港媒报道，该邻居表示曾看过黄心颖分别和一名男吉他手以及一名男 DJ 回家，与男 DJ 还会十指紧扣，在电梯内的互动十分亲密。另外邻居透露，吉他手常画眼线，还称该乐团近期将举办演唱会，引来网友风猜两人身份。对于邻居所形容的吉他手，有人猜测是符合条件的 Mr. 成员 MG 谭明杰。虽然他坦言多年前透过朋友认识黄心颖，但两人从未单独见面，而 DJ 则被指是曾和黄心颖合作过节目的森美，不过森美也强调没有在工作以外没有在私底下见过黄心颖，双双撇清与黄心颖的绯闻。我又想